看这大不大。妈，你拿那刀有年头了吧？嗯，那挖青花菜也好使是吧？嗯，那挖青花菜真是挖青花菜真的。摆两个够了吗？嗯。妈，我感觉出来你要做啥菜了。嗯。是不是东北乱炖的？东北乱炖。啊。妈，这一大把就够了吧？嗯，够了。再带点窝窝。啊，这大窝大不大？哎妈，这窝肯定能面吗？妈，一会儿我掐豆角子啊。嗯，那这好不好？啊。这个。大家好，我是强子，今天跟老妈分享一个我们东北这边比较特色的一道美食——东北乱炖。一把这个豆角掐一下。妈，那土豆打完了吗？嗯。妈，这个乱炖就得用焖土豆哈。嗯，喝点窝很好吃。妈，这个上锅过水了是吧？放点葱姜、白酒。妈，这做做的还赶上下雨了呢。下雨了。这苞米就摆到上边是吗？嗯，窝窝搁上面。嗯，再添点啥水得了。这个盖得炖个几十分钟是吗？嗯呢。这大饼看着有点暄是吗？嗯，暄乎。等我老人回吃饭。啊。走。我这多少年没吃大饼了吗？嗯，这暄乎。真的。这窝窝甜吧妈？嗯，甜的。把蛋面包过来。妈，你多吃点，今天辛苦了。你吃着。你多累吗？啊。嗯，看这个都饿了。我最喜欢吃大饼了，再打呗。那再糊弄点也行。嗯，再糊弄点好吃些。这苞米好吃啊。嗯，可香了，白嫩了。那再吃点。不吃了。它不好吃哈，好吃，吃饱了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喜欢我的视频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再见，拜拜。